香港是世界上交通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，交通道路网络总长超过1500公里，而肩负起守护这个城市的交通正常秩序和香港市民的安全，就全靠隶属于香港警务处行动处支援部的香港警察交通总部。总部其中两大部门 Enforcement and Control Unit， 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，简称 ENC， 专责处理交通道路网络畅顺及对毒驾、醉驾、超速及非法赛车等违例的道路使用者作出检控。另外 Accident Investigation Unit， 交通意外调查组，简称 AI，专责调查交通意外的成因及刑责，以防止交通意外再次发生。这两个驾驶着铁马和隐形战车的精锐部队互相合作，竭尽所能，绝对是我们城市交通道路网络上的无名英雄。再多仍路向美望，胜利在那方？自问站了道理的一方，就合着眼勇闯，全赖你可重磅，继续点火，前事随随掠过。已經發現 target， 黑色外套、長背囊，而家由卓華街轉入卓靈街。等我琴晚先行動，冇我琴晚千祈唔好打錯警蛇。呢個 operation 部署咗半年，今次唔淨止要捉紅犯，佢匹馬仔我一個都唔可以俾佢走。有冇發現可疑嘅人或者係車？我呢邊水靜王妃，卓日街停咗部藍色貨 van 落大了，車牌 NJ3989。check 個牌。年幾前傳聞紅犯劫得俄羅斯黑幫批鑽石。如果單嘢真嘅話，照佢班人退得休噶啦。烏 Sir， check 到車牌號碼，隔離加架 van 仔，司機應該喺裏邊攤透緊。check 到個貨 van 係屬於附近鋪頭嘅，但係都要小心睇實。紅番呢班日日喺度散步，但我唔相信佢真係神棍。今日多咗個長背囊，背囊裏邊好似裝咗好重嘅嘢。如果裏邊真係架撐嘅話，我相信好快會有人同佢會合。掉头啦！佢等紧啊，唔迟得。柯宁总台，大坑东道 low block， get ready over。司马长。
唔該啦，即時駕駛執照、身份證。阿 Sir， 你都陰濕喎。你唔超速點陰到你啊？即時駕駛執照、身份證。高富妹小心！飛走！飛走！中国籍男子，黑头发，戴太阳眼镜，司机藏有武器 ，possible firearm。停车！停车！高 Sir， 交通部啱啱俾人喺大坑东道 open fire 冲破，及时红翻。停车！停车！交通线路勾住斯马，你而家追到边个位置 ？Over。一华街。大东街。Sir， 一华街呢个钟数多车上落货，你逼他嘅车入大东街。嗰度路面阔，而且比较人少，我哋兜富昌街喺大东街夹佢。Over。Roger。黑嘅车依家已经转咗入大东街，重复，已经转咗大东街。Over。停车。阿玉，双手摆太门度，落车啊！阿 Sir， 胎大咗。老板，帮我开车备箱。系啊 ，Sir。条友喺度好大喎，用 BB 弹嚟袭警。阿婆，你放心，放心，你唔好有事，你唔好有事，放心，依家我同事会照顾你，放心。我同你调一调位。喂，先生。走啊！喂，先生唔该，唔该，先生。影乜嘢啊？走啊！影乜嘢？冇影啊！影乜嘢？走啊！诶，先生，先生，冷静啲。冇影啊！冷静啲，阿 Sir 处理紧，冷静少少。影出去影，冷静少少。稍微麻烦你企喺度，唔该。你哋三个边个系司机啊？我系 Madam， 而家同你做个酒精呼气测试，之前有冇做过啊？有。阿勤，你个医师攞料。Yes, Madam。嗱，呢支鼓系全新嘅，但你吹下我。点解要咁啊？阿波去咗医院噶啦，佢明明系个头嚟嘅。你冷静啲先，你叫咩名啊 ？Mary，Mary， 我知道你好担心阿波，但系呢个时候你最紧要嘅系照顾好你自己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住你，冇事嘅。
顧 Sir， 衝 block 單嘢好似唔關事。報上台通知其他 division， 話俾附近啲夥計聽，我哋做緊嘢，叫佢哋小心。Yes Sir。跟住就爆玻璃。係啊 ，Madam。Dita Calling， 各交通單位注意，重案而家喺九龍近多利道、天橋近卓逸街一帶有行動 ，target 二到三人，好大機會有 PLO。Repeat。target 二到三人，好大機會有 PLO。冇用，冇用，慢慢舉高手。天桥上面有架走私车，烟花爆炸！唔好分心，继续跟上红番。哈奇打紧电话，睇清楚附近有咩可疑嘅人或者系车，记得等我琴晚，等架车驶近红番先至捉人。你交接我。先生，你乱抌垃圾喎！今日咩都唔做，系咁先。麻烦你执翻个烟头。顾 Sir， 黄咗。Action！ 唔好抖 ，Action！ 唔好抖，唔好抖，车子，车度，唔好抖，唔好埋你啊，唔好过嚟啊，我碾死佢噶！阿喐，阿喐，警察，阿喐，阿喐，阿喐啊！我话叫你阿喐啊！另外两架车咧？死火啦！跟到红番真系跟到我哋，麻鬼烦呢坛嘢真系。今朝起身咧，我之前信噶，诸事不疑啊！我兄真系唔对路，有警察嘅。息事，做咩揸到架车摇摇摆摆啊？衰婆啊，话咗你啦嘛，唔识路系要兜入嚟。Sorry Madam， 啲靓仔先真系争啲嘅。Madam 都系女人喎，想去边啊？想出大路去观塘。前面有意外，暂时去唔到。我话咗你噶啦，系要转入嚟，赶时间啊嘛。唔好咁老嘈，喺度掉头啊 ！Madam 帮你睇住，慢慢揸。唔该晒 Madam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如果唔系真系，周四，两妹，我认住你，上车，小姐，你唔使惊，头先做一件非常正确嘅事，你冇整亲啊嘛？哦，我冇嘢，师兄。师兄，我都系同事嚟噶。原来你都系同事。听日先系我 last day。哇，琴日同一时间又毒架，又气枪，又冲破窿，又花车，又炒车，又爆炸，仲捉埋红番添，真爆啊！
3单嘢同重案嘅 operation 撞正，同佢嘅4单嘢炒埋一碟啊，简直10年难得一遇啊！诶，嗰4单嘢都只不过系背景嚟嘅啫嘛，最紧要都系衬托住背 baby。背 baby，睇紧边单嘢啊？自己单嘢啊？咪睇紧你中枪嗰单嘢咯。我同你讲唔系我中枪，再讲嗰支都唔系真枪。 喂，阿嫂啊，我打咗电话过嗰边噶啦，你4点钟过到得噶啦，放心啦，我攞咗 time off 噶啦，我早啲过去帮手打电啦，拜拜。喂，搵到啦，过嚟睇下喂。你啊，有咩？年轻哥到就好，警部靓 Madam 勇琴大侠洪芬，佢咪就系背 baby 咯，警部出身嘅警花嚟噶，条片琴晚摆咗上 YouTube 啊，一晚就80几万个 like 啊，80万。 系啊，琴晚一哥出席酒会啊，啲记者问起佢，连一哥都话有睇啊，名副其实噶，连一哥都赞好啊，厉害厉害，咁啊记得嘅，梗系得啦，起底做阿爸打已经做咗嘢噶啦，佢就叫贝心游，佢阿爸都系警察嚟噶，仲系一胎二添啊，而家啲巴打仲封咗佢做贝 baby， 又叫小贝心，别号心游BB添啊，哇，你话如果可以，我要同佢拍拖更靓，有都未人到你啊！ 先嚟鄭叔，郭生，謝謝。大家好，個個都叫我 P Sir 嘅，冇嘢嘅，我入嚟睇下你哋嘅正常運作啫。繼續啊，繼續。嗱，首先咧，報告翻尋日幾單 case， 就係多利道天橋交通意外同埋麥斗車爆炸，而家已經交咗俾 AI 跟進啦。另一單係司馬 Sir lead 嘅 road block， 喺 regular car check 嗰陣遇到有人衝 block， 衝 block 嘅司機涉嫌毒駕，同埋非法藏有8支改裝過嘅氣槍。 第三單唔算直接同我哋 E&C 有關，係我哋處理緊花車意外同埋衝 block 嘅同時，重案喺附近地點 target 緊通緝犯洪番，準備有 operation。洪番仲有其他同黨，疑犯姓名俏英，中國籍女子，30歲左右，中等身材，長頭髮，染咗深啡色，同行仲有一名中國籍男子 ，ID unknown。 佢哋好有可能有 firearms， 大家要小心。一陣睇清楚張 notice， 巡邏嘅時候留意。Yes, Madam。阿朗，一陣間陪我重案 report 翻，睇漏咗眼，走咗反。嚇 ，Madam， 我啊？正確嚟講係我，其實我睇過超英張相啦，但係尋日截到佢架車兜好多面同佢講嘢，我都認佢唔到。大雄繼續。Yes, Madam， 我聽住派監，大軍25。 车用Sierra Romeo 7436 ，Yes sir， 阿 Man 29， 车用 Romeo Kilo 6436 ，Yes sir， 齐监未 ？Yes sir， 多谢 ，Sir，Sir， 头先 Susan 应该报告过，寻日大坑东道有冲 block 件事，嗰架车嘅司机用气枪打中嘉琪，嘉琪有冇事 ？No sir， 皮外伤嚟嘅啫。 大军 ，Sir， 知唔知点解要揾你拍嘉琪？就系因为你知心，所以揾你睇住佢。你会掹住个司机嘅咩 ？Sorry sir， 点解你警觉性咁低？如果系真枪，你已经冇命。今次系你好彩，大家听住，我哋每日都喺前线嘅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唔可以松懈，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唔可以马虎。大家明唔明白 ？Yes sir。 好，現在時間 4 出車。Yes sir。Sorry啊，大哥，令到你被賭上招費。我唔小心，賭上啊，得翻未啊？咩啊？估唔到啊，賭上喺 P 上面前都咁鬼惡噶。唔好話 P 上啊，佢鬧起人 上 嚟啊，一哥面前都係咁鬧。誒，好叫唔叫叫做 P 上成個 P 牌仔咁樣？不過我估啲人咧咁樣叫佢咧，應該係咁嘅意思。但係 Box 上自己咧，應該係唔知嘅。喂，我睇下你哋啊。 今晚咧係阿媽姨嘅追悼會啊，咁啊每人200蚊，交俾阿咩啦。O K。阿咩，我啲錢喺落架。你長期量，你幫你俾住先啦。唔得啊，呢啲錢唔賺得噶，我轉頭俾你。
嚇 ，man man， sir， 嗯 sir， 份報告搞掂咯，我報。Yes sir。誒，蕭華 sir， 係，你今日係我，嗯，啲白金你做好未啊？嗯，咁你自己搞掂咯。嗯。车上面搜到有八支气枪、BB 弹同埋俗称弹罐仔嘅原弹，仲有少量用20蚊纸包住嘅白色粉末。咩嚟噶？估计系氯胺酮。估？验咗血未啊？验咗，等紧报告啫。枪咧验咗未啊？军系法政科证实咗，全部都改过，超出法例规定上限嘅两招二。咁个司机系枪痴嚟嘅，因为佢嗨大咗，所以先乱咁冲 block 同埋开枪。咩 charge？涉嫌在藥物影響底下駕駛、藏毒、無品管有槍械及彈藥、襲警，咁個 case 就 pass 咗俾重案，毒品調查科遲啲先睇下會唔會 follow， 咁到時先睇下邊一邊係 OC。冇咩事，我翻出去先啊 ，Sir。我派，我話咗唔要你啲鬼話副報告，打我先俾我。Bye。約明 ，stop！ 我講咗幾多次叫你唔好嗌我全名啊！怕人認錯咩啊？你人咁高咩？唉，唔同你講，我唔想再估你啲密語啊！你唔想估定估唔到先？喂，上一次我問你嗰係咩話？唉，待產估一個物理名詞，都唔估咯。沙展28210，我而家唔系要你估谜语，我要你报告一下你嘅工作进度。消云炮竹烟花货车爆炸嗰单意外查成点啊？阿 C Sir， 你今日仲好似系 E N C， 听日先过嚟我哋 A I 嘅，即系话今日唔答住，听日先再问过你系嘛？咁又唔係，只不過冇乜頭緒啫。琴日現場修正未完成就爆炸啦。咁冇 physical evidence 都唔緊要，口供咧都係一樣啊。現場咩都未問就爆炸啦，咁都唔緊要。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到底你做過啲咩咧？我照你所講咁，巨細無遺咁樣將現場執得走嘅嘢都執翻嚟做證物咯。啊，仲有我約咗個司機上嚟做口供。唔係事必要你講，除非你自己想講。但你所講嘅可能會用筆寫低，同埋用嚟做證供，明唔明白？張志軒，當時你哋兩架車點樣相撞嘅？點撞？當時阿伴朗車走咗之後，我諗住轉彎上橋，點知我喺道後鏡嗰度見到，我見到新郎新娘喺度親熱緊。其實你講翻同架車有關嘅嘢得噶啦。當時你車速幾多？80。条路限速70，你已经超速，有冇突然间过线？冇。有冇突然间刹制？冇。咁你当时做紧咩？冇咩特别。咁你撞车嗰阵时做紧咩？你仲跟住嚟做咩啊？头先好彩冇俾 Madam 发现喺后边偷听嘅。有咩问题啊？我过到嚟 AI 个 case， 迟早都系我跟噶啦。早啲帮 AI 谂定 ，AI 有赚啊！呢件事冇嘢你做咩？唔係喎，你今日 last day 應該有好多 report 要清嘅喎，個黑面神會咁容易放過你？喺我答你呢個問題之前，你必須答咗個問題先。而家幾點啊？仲有唔夠一分鐘到1500。啱啱，即係話我已經落咗更，亦即係話 officially 我已經再唔係 E N C 嘅人。沙展28210，由而家开始我系你嘅直属上司，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，唔系事必要你答，但系你必须要谂清楚先答。一瞬，待产，估一个物理名词。唉，我真系唔想再估你啲谜语咧。待产，估一个物理名词。已经衰走尸啦，仲要超速，
爆竹煙花製成品屬違禁物品，根據危險品條例，任何人士未經准許藏有或運送危險品，一經定罪。喂，哇！你個紋身幾靚喎？哇！隻手又損咗，哇！個身又損埋。你當時冇著衫嘅咩？冇啊。冇？咁清楚喎。再打一次。當時我哋三個都打大石啦，我就啱俾緊油。誒，等陣先。太陽咁猛，你冇戴太陽眼鏡咩？有啊。又講漏啦，繼續啦。當時我哋三個都大大隻啦，帶埋黑超，我就啱啱俾緊油。喂，淨係你一個大隻咩？其餘嗰兩個有冇帶？淨係我啊 ，Sir。OK。OK， 拜，繼續。當時我哋三個都大大隻啦，三個裡面淨係得我一個人帶黑超，我就啱啱俾緊油。爆竹煙花製成品屬違禁物品，根據危險品條例，任何人士未經許可藏有或運送危險品，一經定罪。啊！當時你哋打大赤話啦，架車一定好熱頂啦。熱。咁既然咁熱，有冇飲埋嘢噶嘛？有，飲緊汽水。咁從頭嚟多次啊！唔該。當時我哋三個人打大赤啦，三個入邊咧，司機就打黑超，我就飲緊汽水，司機咧就啱啱俾緊油。煙花炮竹製成品屬違禁物品，根據危險品條例，任何人士未經許可藏有或運送。當時有人飲緊嘢，你有冇飲啊？冇，不過有食緊嘢。哦，咁麻煩你慢慢再講多次。當時我哋三個都打大赤啦，三個裏邊咧，司機係大黑超，另外嗰個乘客就飲緊汽水，我啊食緊嘢，司機啱啱俾緊油。爆竹煙花製成品屬違禁物品，根據危險品條例，任根據危險品條例，任何人士未經許可藏有或運送危險品，最高刑罰係港幣25,000元同埋入獄6個月。而且根據香港進出口條例，走私係屬於嚴重罪行，最高罰款港幣200萬元同埋入獄7年。OK， thank you sir， you're welcome。你特登行呢一轉，你到底期望想問到啲咩咧？唔知噶。嚇！你重複又重複，係咁問，你唔知道自己想問啲咩噶 ？Data 唔會講大話嘅，但係講 data 嘅人就會，通常就要用一個大話嚟冚另一個大話，所以遲早都會露出破綻。雖然佢哋最初係講流嘢，咁但係之後你無論問佢哋幾多次，佢哋嘅口供都係一致喎，根本都冇破綻。後車撞前車，通常都係後車唔啱噶。一係車速太快，一係跟車太貼。但係佢哋一路都話自己冇超速，撞車嘅原因係因為車頭玻璃有嘢彈穿，影響咗佢哋。佢哋大爆炸之後就俾人塌咗翻嚟，根本冇機會夾口供。嗯，我知啦，中指。咩中指啊？你個謎語啊，待產，即係腹中有子，中指係嘛 ？Wrong。Totally wrong. Focus. 錯都唔使罰我打 report 啊嘛，仲要係 ENC 嘅。ENC 嘅嘢我清唔曬，要積咗落嚟 AI， 咁 AI 嘅清唔曬，都要你幫我搞噶啦。白年都係搞，不如早啲搞啦。咩啊？即係 reflection 咁啊？反射再反射，點都係反射嚟我度。不過今晚唔夜得，要去鞠躬喎。去之前食啲嘢啊！你係咪啊？食碗粉啦。食咩話？粉啊！到時見。使唔使？阿姨半年前先掉環頭啫嘛，估唔到佢過到去咁快又拜拜。佢同你哋守咗呢區幾耐？我哋就2年，但係阿頭同大軍就識咗好多年。你睇下，嗰條友做乜鬼嘢啊？喂，你做乜啊？不要亂來啊！大官，大官，停車！大官，你聽到響咩聲？聽到咩？停車啊！
喂，你傻噶？就系呢种人冇安全，所以害死咁多人，你知唔知啊？你讲咩啊？发咩阿峰啊？你究竟识唔识揸车噶？我唔识揸车，唔通你识啊？做咩啊？大军，佢啊，头先听到警号都唔肯让啊，争啲撞到个先啊！收车，翻上车，走啦！阿牌冇教你停车要喺白线后边嘅咩？要先让紧急车辆行先噶嘛？你唔知啊？我睇唔到，听唔到嘛？点啊？你咁样揸车好危险噶，如果唔系佢哋叫你停，你炒咗埋去噶啦。你边个嚟噶？你咁样揸车，边个都话得你。帮手啦！早晨。佢今日冇咩，仲好冷静添。呢排咁多嘢要处理，佢唔识得伤心噶啦。搞掂晒啲事之后咧，静落嚟啦，嗰啲感觉咧就会涌上嚟噶啦。放心啦，我唔会俾佢沉落去嘅，我会睇住佢。司马 Sir 咧，请起楼行外三分钟。我哋有请交通部高级警司郭 Sir 为我哋致辞。今晚我哋以沉痛嘅心情去悼念高级警员卢俊仪，大家都习惯咗叫俊仪做妈姨，同在座每一位一样，加入交通部系妈姨佢一生嘅志向。交通部嘅部门一向都唔系热门嘅岗位嚟，因为我哋工作危险，意外多，一晒雨淋。骑铁马嘅同事更加系皮包铁，一收到 call。市區嘅咧，我哋盡量做到九分鐘之內到達；郊區嘅，我哋要做到十五分鐘到達。為咗盡快趕到現場，我哋要高速行車、超車、衝燈。總之，我哋係著咗燈號、響咗警笛，但路上仍然會有魯莽嘅司機、粗心大意嘅行人。面對槍林彈雨，我哋可以預先做好準備。但好似媽兒咁，俾為咗唔肯慢幾秒又唔肯讓路嘅司機撞咗出嚟，喺咁嘅情況底下犧牲，係最令人遺憾嘅。五年嚟，我哋交通部涉及鐵馬意外有超過770宗，受傷嘅警員有超過447人，意外殉職嘅亦都有3人。咁耐以嚟，浩然裏邊有16位嘅殉職同袍。有7个系我哋交通部。今日我哋要谨记妈尔教我哋最后呢一课，时刻要保持警觉。雷太，接我上边啊！有心 Goodbye, sir. 喂，10点几啦！阿司马 Sir 点啊？电话又唔复，佢唔系叔嗰度想白金悭翻系嘛？点啊？兄弟嚟噶，快啲啊！我而家打，而家打。头先做紧乜啫？佢
醒啦喂！你琴晚成晚都喺度，你知唔知嗰班人？我部單反啊，點解喺你度噶？你去咗購車場試車咩？點啊點啊點啊！查唔查到啲咩啊？我好似今日第一日 on duty 喎。係啊，如果唔係我使乜周圍揾你啫？啱啱經過停車場，仲未見到 Madam 架車。喂，你啲嘢點啊？你幫我執啦。司馬，你喺交通部嘅日子唔淺，運作都應該相當熟悉噶啦。不過由今日起，你嘅角色已經唔同咗，所以我依然都會當你係新入職嘅同事一樣，明唔明白 ？Yes, Madam。我哋 Asset Investigation Unit 即系 AI 同 Enforcement and Control Unit ENC 唔同。雖然我哋唔喺最前線，但系我哋要調查嘅工作量亦都唔輕。如果一年嘅謀殺案有20多宗嘅話，咁死於交通意外嘅就超過200宗，足足有10倍。Morning, Madam. Morning. 司馬，由今日開始會係你哋嘅 Acting Inspector。我相信你哋大家都認識噶啦，不過我都循例為你哋介紹一下，呢一位係沙展。沙展28210，楊明，29歲，加入咗 AI 8年，專長係攝影同駕駛，尤其係駕駛，已經有2號牌、5號牌同埋19號牌 ，A 牌都攞埋啦喎。Yes sir， 有做功課喎。呢一位係 PC 28303，姚。姚姚，姚姚。Sir， 年紀就唔好講啦。啱嘅。瑶瑶加入咗 AI 6年，听讲你个专长系记忆力特强喎。No sir， 我记忆力普通啫，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 PC sir。瑶瑶可帮到我哋手噶。后面呢一位系 PC 28406，殷向荣。sir。Dusty。Come in。喂，琴晚你喺购车场度发现到啲咩啊？仲未估到啊？待产啊！杨明电话。我唔想再估你啲谜语啊！喂，啱啱先有放屁系嘛？吓？系，等一阵，等一阵，估中又点啫？一啲实质价值都冇。有，你估中我就话俾你知，我喺购车场查到啲咩啊？待产，物理名词。等离子啊！待产，等离子 ，plasma。喂，系 ，sorry， 我去搵电话。喂，我转头打俾你。司马 Sir， 你仲嚟呢度做乜嘢啊？喂，点啊，大杨？你仲当自己系呢度人咩？一俾帮摆唔识人啦，我妈姨仲当你兄弟啊！而家个人唔喺度啦，花牌又冇做，鞠躬都懒，连白金你都悭翻啊！唔好意思啊。白金嗰啲我做翻，唔好意思。做翻？冇搞錯啊！攞翻自己使啊！唔好亂。係啊嘛。出嚟啊！司馬 Sir。司馬 Sir。Hi Margaret。坐低，坐低，坐低。Thank you。Margaret， 有冇煙啊 ？Office 咁煙嘅喎。我今日啱啱升職啊 ，Margaret。我知啊。咁你都知咁犀利？You know， 我升職咧 ，Madam 就俾咗個好惡梗嘅 case 我。咁我坐唔坐得暖張凳，當然要靠 Madam 啦。但係我可唔可以拆掂啲咁惡梗嘅 case 咧，就要靠你啦。我有冇咁重要啊？絕對重要。不過呢一刻，我真係好需要去舒緩一下我腦筋，去分析下呢啲案情，所以咧 ，I need your help。咁好口，見下你咋。Thank you。Later。Okay， 拜拜。Bye。阿 Margaret， 我想問阿媽姨嘅 locker 係咪19號啊？應該仲未派俾人用啩。做咩？你又想做多個 locker？ 成日都出咗 memo 啊，無論咩職級都只可以有一個 locker。你上次爆多咗嗰個都要交翻出嚟啊！仲有你著高踭鞋真係好 sexy 啊！So dirty。拜拜。拜。
麻煩曬你，一好翻啲就嚟落口供。當時架車開到有幾快？唔知喎。你嗰陣時做緊啲咩咧？誒 ，Madam， 當時我啱啱接咗 Mary， 準備去教堂啊。我明白嘅，當時嘅心情係應該擺曬老婆身上。不過我都需要問你，個司機係點樣揸車噶？冇留意啊。架車有冇搖擺，又或者有冇啲唔正常嘅情況發生？阿軒不嬲都好穩陣嘅喎。佢係做咩嘅？佢喺珠寶公司做 sales 嘅，佢手車不嬲都好安全，從來都冇違規或者超速。佢啊揸咗九年車，一分都冇俾人扣過啊。呢啲我哋會 check 嘅。Madam 啊，其實我咁急上嚟揾你咧，係想問有冇人執到隻戒指啊？咩戒指？我隻結婚戒指啊！你當時咧有冇阿 Sir 或者 Madam 咧喺現場執到啊？如果執到之後點樣處理啊？幾時可以攞翻啊 ？Mary 好中意隻戒指啊，眼中嘅時間長啊，我隻戒指就放喺邊度，太太嗰隻。为胜与何？